肯尼亚距离中国约10000英里，如今中英非沿着古丝绸之路已走过900年。中国对非洲的长期计划是一次工业革命，与在欧洲和亚洲的一样。中国认为非洲必须摆脱过去30-40年来施加在其身上的错误的国界，同时摆脱阻碍其发展的部落冲突。一场工业革命可以将非洲从部落国家转向现代经济。目前非洲的平均年龄是所有大陆中最低的，它具有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口，他们有能力在未来30年成为一个工业强国。以纺织品为例，非洲有200万吨纺织品，其中95%是出口到世界其他地方去做服装。不难想象，通过中国，非洲能够获得投资、技术和培训，能够把棉花变成服装。其他国家如印度、越南和亚洲也能做到这一点，他们都发挥重要的作用。日本和韩国也可能做到。但中国有规模，他们可以与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等国打交道，把他们变成主要生产国。这对非洲非常有利，你可以把它应用到各种行业。中国将使非洲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陆，这可能需要50到75年的时间，但世界上还有谁能想到这么大的规模？中国已经思考了30-40年，这就是为什么非洲要去中国。他们都知道非洲需要工业革命。西方资本主义正处于一场利用全球增长的危机之中。如果西方花时间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与中国企业合作，英国企业将获得巨大的机遇。不仅在非洲，在中亚也有许多机会。目前我们在思考发生了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方面进展缓慢。10年内机会将是巨大的，机会将会消失。如果中国必须独自去做，他们也会这么做。许多非洲国家对与中国做生意感到紧张，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认为西方公司给和他们合作的非洲国家带来了安慰。除了脱欧之外，伦敦最大的问题之一是，这是一个问题，但它将得到解决。然而全球金融中心会改变，目前纽约和伦敦是金融中心。未来的金融中心正在北京规划之中，我们可以成为其中一员，或者也可以像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铁路公司一样，没有看到头顶上的飞机。然而全球金融中心会改变，目前纽约和伦敦是金融中心。未来的金融中心正在北京规划之中，我们可以成为其中一员，或者也可以像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铁路公司一样，没有看到头顶上的飞机。世界各地都在进行着一场变革，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这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对未来的规划和想法，这将有利于英国和未来的稳定。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比今天中国发生的事情
更大了。